今天教八姐兄弟们包水饺，看看在巴基斯坦七个人吃一顿豪华的水饺套餐要多少钱。我们出发去市场。在巴基斯坦跨年，商铺很多都放假休息了，但是卖食品和卖肉的都在开门。今天是个白色的牛啊，它这里有卖馅子的。你们这边一般买这种馅儿做什么吃啊？做牛肉土豆啊，都是今天先搅出来的馅子。今天还是600-1200卢比，那咱们走吧。我们上这边再买点工具，这边商铺全关门了，就有这一家和面的盘子。那咱们要两个这个盘，有没有擀面杖、木棍？没买了。这大哥听懂了，来个3个。老板大变活人啊，刚才突然间消失了，直接把这个一提就下去了。这是个仓库，一回头老板人呢。我们买完了，这个大锅非常大，煮一锅饺子够我们5个人吃。这擀面杖7块钱一个，这个盘子是40块钱。OK， 一共花了200多块钱。兄弟们，在市场发现了两只可爱的宠物羊，这羊已经穿上衣服了，还有帽子呢。对，给它戴个帽子。这是我们的4斤牛肉馅，这些牛肉花了30多块钱。够10个人吃啊！走吧，回去。到这个菜市场跟之前的地方不一样，在这边看到西兰花，这个西兰花多少钱？400一公斤，快赶上牛肉的价格了。黄瓜是3块钱一公斤，西兰花400一公斤，牛肉才600一公斤，快赶上牛肉的价格了。这个黄瓜是100一公斤。好了，我们买完准备回去包饺子。非常板正，兄弟们，小区过元旦，把这个拱门都搞上了。大志，把兔兔放下去吧，换上衣服，然后咱们开始包饺子。好嘞，大志兄弟非要帮忙捣洋葱，咱们这个小秤也准备好了。我这都是在网上现学的，现学现卖。作为北方人，怎么会没包过饺子呢？我就是不会搞馅儿，还有面，只会包和擀皮儿。今天我学了学，7个人饭量都比较大，搞个4斤面吧。大志哭了，搞洋葱，这是他要帮忙的，不能赖咱们啊。没事，以后不行，范大帅轮班搞。大志，请住 ，Only One， 最后一个了。我睡了，该流眼泪了吗？这一大盆面，大帅把这桌子给擦干净了，可以了，挺干净了，擦了能有10分钟了。这是咱们的擀面杖，这木头好像都有蛀虫了。今天这个中国美食一定要大家一起做。在中国做饺子，我们一般都是过年的时候跟家人在一起做，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饺子也要每个人参与到里边。我先把这个面给搞好，先醒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去调馅。这个在中国每逢节日都要做的一道美食，一定要好好学一学。在网上学的不知道对不对啊，我跟我妈打了电话，还得教了教我。这个盘子正好再小一点，咱们这个就搞不成了。去洗下手，接下来咱们就开始分配任务了。下一个谁来搞？我帮你，三个都来。大志啊，按照这个表面光滑就可以了，别动使劲。兄弟们，看看大志，直接就给按扁了。刘浩，你会吗？你会，你给他们示范一个，这个显得稍微专业了一点啊。对，按到中间，然后一挤往外推。大志，先来5分钟。加不到老婆。为什么？不会揉。人家有老婆。看看这边还有很多的裂痕，还需要再揉。下一位，大志，这个运动锻炼身体吧。这个非常累胳膊。这个巴基斯坦经常吃饼，然后亚瑟大哥会搞这个。这个面非常硬，一会儿再醒一下估计就好。大帅也想尝试一下，这个好像有点意思啊。这个直接拿拳头往上怼。大帅的年龄是18岁，从小父亲就不在了，然后跟妈妈照顾3个弟弟妹妹，很多的家务活工作全会做，非常全能，尤其是这个头发非常帅。OK OK， 我觉得没问题了。先搞葱油。香菜、姜片、洋葱，这里放点，油有点少。泡的花椒水，一共分3碗。这个水分3次倒进去，每倒一次要搅拌2分钟，转圈，就这么转圈。兄弟们，今天尝尝八铁兄弟包的饺子，开始调料了，兄弟们，胡椒粉、生抽。老抽放多了，葱花、姜，这姜不够沫啊，再来点13香，13香非常宝贵，中国超市买的。继续搅，兄弟们，我觉得这个生抽放多了要翻车，我打算把放在这个里边一起搅，这里边生抽少。大帅很专业嘛，大帅不的，最后加点香油，这是葱油，这油水直接就上来了。OK。饺子，今天就让亚瑟大哥多休息休息，一会儿包饺子他得派上用场。把这个大锅倒上水吧。巴基斯坦有很多这种颜色的锅，很铁的，价格非常实惠，这么大个大铁锅才要100多块钱。倒上生命的源泉，先把这个水烧热，要么时间太久太难烧。面也挺好的，这个面非常成功。哎呀，太多了，给整均匀点，桌子都铺满均匀一点，给它揉成长条。哎呀，这太筋性了，这都揉不动了。想起来了，在网上教的是从中间慢慢往两边揉就长了。大帅已经揉嗨了，桌子整小了。行行，你们大志小时候玩过橡皮泥吗？就当泥巴那么揉就行了。为什么要笑？大帅揉这个总是笑，不理解啊，家人们你们理解吗？这个基本完事了。OK OK， 这个这么多人吃这个面得搞长点，这能包多少个饺子？几百个饺子了，像蛇是吧？这叫剂子。
把这揉细了，然后他就给这么缠了一下，又揉起来了，估计是过沸了，到时候搞面片。这个东西怎么搞？蘸点面，按成一个圆饼就可以了。对对对，就这个样子。咱们现在接下来把这所有的都。兄弟们，看看我们的家庭成员啊，都搞好了。这是个心形，看看看看大帅这边，这是个什么形状？这个大帅给大师拿了一个不好的，咱俩现在有点互相伤害了。亚瑟大哥把他这个不好的拿回去啊，别让我看见。那咱们接下来擀面皮，看看这个谁学的最快啊？先看我学一下，我把这个擀面杖给你们仨，让你们仨来搞搞试试。怎么样，家人们？中间鼓包啊，正儿八经的圆形上道了啊。又搞了个新型啊！这是超人内裤，开始赶起来，我帮他们揪一揪啊，修下边儿。你怎么还玩飞饼呢？这也是在网上学的新招啊。这个方法家人们回头可以试一试，非常棒。看看刘浩兄弟包的饺子，你在中国包过饺子吗？在学校里。在学校里吧，跟中国朋友学的。这个是我包的，看看怎么样。亚瑟大哥一个人擀吗？然后让大帅大帅来。这个肉那个馅有点多，用我这个，这个好包。先从这头掐的时候对捏住，然后这样，大志直接自己想出了办法，包了一个韭菜盒子。大志的作品啊，家人们欣赏一下，有没有想吃大志的饺子啊？这个补救也挺难了。给大家定个游戏规则，就是在我们国家非常有意思的游戏，每到过年，我们家里人全家都在这包饺子，包饺子的时候往里面放硬币，如果这个人吃到这个硬币以后，他今天许的愿望会在明年实现。今天我也打算做这个游戏啊，我把这个椰枣包在饺子里边，如果他们有幸吃到的话，我会直接奖励他3000卢比，相当于人民币的100块钱，跟他们说一下，看他们说加一个 list 呢，好玩吗？两大大哥 OK 不 OK？ 包了这一个，记住这个饺子的样子，谁吃到这个就是3000卢比。我打算一会儿再包五个进去。告诉他，这样让他们更有参与感。开始包吧，学会怎么包饺子吗？现在是这个样子，肉放在中间，这个边上千万不要沾上肉，如果沾上肉的话，这个放锅里一煮的时候它就会打开。先把这个对角的捏好，这边不有边吗？点一点往上捏，就是像这种金元宝的形状。学会了，这都开始了。大帅的，他这个一沾它就开了。厨师不愧是厨师，包的有模有样，非常好看。这是刘浩包的，这是谁包的？这是大帅啊，咱只要不把馅露在外面都可以啊。我们又新加入一位发帖兄弟，这个是无师自通，自己就会擀。你在中国擀过吗？没有，第一次做。对呀，那挺厉害呀。哦，你穿的这是中国的衣服吗？还写了个福字。哎呀，今天过节特意穿上了中国的衣服。兄弟们看一下，这是我包的啊，是大家伙包的。大志的父亲跟亚瑟大哥在学习包饺子，这个东西不用着急，可以慢慢来。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，每年过年我们都会要包饺子，我小的时候学了好几年才学会的。其实大家都挺有天赋的，我小时候这都包不出来。大志用他的小眼神看了看我，然后给我展示了一下他包的饺子。这是大志父亲包的，也能吃啊，最起码馅儿不会漏出来，我感觉搞定了。兄弟们还剩几片馅儿，还剩一点点，比例刚刚好。你让他们把那个厨房间收拾一下，然后让大志的父亲去客厅里休息一下。兄弟们说好了，这边有一个啊，今天给他们来个惊喜。大过年对不对，即将进入2023年，肯定是要给他们多一点的惊喜，让他们每个人都能达到自己的心愿。咱们这次就看运气了啊，我现在包最后4个，刚才刘浩兄弟包了一个，我包了一个，已经是6个，我们是7个人，只要吃到就能获得红包100块钱的奖金。兄弟们下锅了，这个不敢使劲放，包的太大了，哎，烫了手。这个煮饺子的时候给他们搞点配菜，这个套餐里的凉拌西兰花木耳，就看到有一个地方卖，这边的软汁太小了。梁子大哥吃过吗？没有。焯水1分钟，这个要90秒。哇，那这是啥贵啊？这是木耳，它会清理你吸进去那些毛细的细菌，有没有感觉非常健康？放个黄瓜，这个端上去吧。咱们的饺子可以出来了，家人们。很多的饺子已经成饺子皮了，但是有2个肉丸。我们8盘饺子已经搞好了，就这个里边有椰枣的，吃到了给3000卢比。来，再说好了，咱们现在选啊，选好了一个啊，这都不选吗？这么有信心包的饺子，这饺子就是半成品，但是应该可以吃。这个料，这个是酱油，是咸的，然后这是醋，是酸的，芥末油，鼻子会通气的那个，这个是香油，这个是辣椒油，自己拿自己小碗，要吃什么可以自己对自己喜欢的方式。这个绝对是我的啊，一点没有破。看来咱们这个菜啊，挺受欢迎的。这个开门宴吃饺子这么吃法，周林吃了吗？怎么样味道？跟在中国吃的有什么区别吗？差不多一样是吧？吃的怎么样？一口一个啊，他们用勺子吃。啊，兄弟们，大志吃到一个啊，恭喜他！我这个现场拿钱，咱们说到做到，现场给他们拿钱。这也许个愿了，在2023年他一定会实现的。谢谢。我感觉他能吃到2，非常开心。兄弟们，大帅把这个馅儿全挑出来了，找到椰枣了吗？
兄弟们，大帅把这个都挑出来没找到，他决定放弃了，因为一开始就说的就有一个。新年新气象，恭喜你又获得一个，你许个愿望，2023年肯定会实现的。然后现在我要奖励他3000卢比，这是你的。哎呀，说话说不出来啊，因为他不知道用汉语怎么沟通。兄弟们，这桌牛肉水饺花了多少钱呢？面粉我没算啊，面粉自己家有，这个牛肉只花了30多块钱，这在饭店一盘牛肉水饺最少得20多块钱人民币，真的是在这边实现了吃牛肉自由啊。兄弟姐妹们，新的一年马上就要来临了，我们也来点接地气的祝福，祝大家财源广进，好运连连，好运连连，吉利吉祥吉祥。